欢迎大家来屏东玩，欢迎大家来基隆玩。新北市的石花豆，屏东的柠檬汁。这个让市长呢来享受一下金牌巧克力，这个一定要带回去给老夫人哦，你不能把它吃掉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基隆的乡亲多多到屏东去玩，屏东的乡亲能够多多到基隆来玩，享受屏东的阳光跟享受屏东的一个美好。减肥永远都是明天的事，为我们林市长量身定做。来，这边上你来，哇，今天请花衬衫，请擦鞋哈，肯定逛大街。侯市长呢，他个人是有铁汉市长之称。那我个人呢，我们在地方的乡亲把我形容成铁人。这个游程为铁汉市长量身推荐的，我们一起南北合作，双铁共和。想到新北市跟屏东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，南北弯弯你会喜欢，屏东跟新北都要平心静气，好好的来走一走。法国佬啊！我老娘，屏东喝米浆。其实台北跟屏东是最有最有的城市，台北也是最好玩的地方。我想大家就想听听吼，潘县长来介绍一下吼。这个屏东好玩的地方，来作为一趟东游的小旅行，也来吃一下黑尾鱼。市长是从政非常好的兄弟郑市长，他也是孩子王，特别也帮市长推荐亲子娱乐游，让大家玩得痛快，买得愉快，吃得爽快。从国境之门到国境之南，大家互相交流。桃园是国门之都，屏东是国境之南，各有特色跟魅力。希望大家多到屏东很多非常好的景点来走走，希望今天的交流促进两天旅游。碰碰杯啊，第二个是这个屏东之后一定要穿这一件的花衬衫。我们这样黑白双雄，我这个欧力萨之间呢，永远保持热情、活泼、文青形象，特别推荐的文青之旅。屏东真的是农产品非常非常的丰富，景色非常好，新竹人很热情。那再者，我们真的很有消费力，这味道很特别。你有没有吃到一点点肉桂的味道？对对，最自然，这个妆不用喷洒掉的，难怪潘县长越来越年轻。